第六日天子长行的第一句，佛此日天子得净光普照十方众生，净未来劫常为利益。小朋友 日月都是象征着光明，所以在利益众生上来说呢，都是用光来表法。这个第一句里面呢？ 说日天子，长行有十一句，十一句都是日天子。我们世间一般人呢，又称他做太阳神啊，在佛法里称为日天子，他得的法门。 净光普照，摄放众生，这个范围就大了。啊，摄放是变虚空法界，可见的不是照一个地区，啊，不是我们一般观念当中的太阳。 我们观念当中的太阳本身能够发光的一个星球啊，我们称为这个太阳系啊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这个大银河当中，能发光的星球太多太多了啊。我们晚上看到空中的星星。 都是自己能发光的，自己本身不能发光的星球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啊，肉眼能看到的呢，只是太阳系里面的九大行星。啊，九大行星用肉眼观察，大概只能看到五个行星,星。啊，其余的。 两个要用望远镜才能够观察到，啊，因为这种些行星呢，它的光是反射光，反射的光弱，没有那么强，啊，我们晚上看到肉眼能够看到天空当中的行星星呢，大约有六千颗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六千个太阳。 啊，肉眼能看到的，如果用望远镜看的话，能够看到几十亿眼。啊，所以小的这个太空之大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十一个人都是日天子，啊，这十一个都是属于日天子，啊，嗯、他们。 每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，啊，从第一第一位来看呢，他是普这个净光普照十方众生，敬畏来接，这个要不失如来应化，决定做不到。前面我们读到三十三天。 忉利天呐、啊，在佛经里面讲的，这属于地狱天，并不算很高啊。而每一位天王，我们看他所得的法门，在赞颂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修学心得以及他弘法立身的宏愿。 都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啊！这个样子我们才晓得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,啊，无量无边的族类，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啊！我们从这里能体会到佛化现的。 真正呢，要度的众生，实在讲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。我们几时觉悟了，几时明白了，几时能体会到了，你几时就得度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柱子里面。 跟我们说的很详细啊，即为日天啊，这个日我们也称它为天，说多变光矣，多从光明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，这第一句。 名即法门，皆是总也。啊，日天子总数，法门呢也是总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向下这个十句啊，是别墅。啊，这个意思太深太广了。为佛身之光啊，犹如比日啊。 无私而照，是曰净光，此光体也。啊，所以从清凉大师解释里面来讲呢，那就是祝福。啊，福如来的身光、智光，啊，就像太阳。 一样佛菩萨决定没有私心啊？为什么呢？佛菩萨究竟圆满正德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是自己一个人清净法身。 一个神呐、啊，一个心，一个信，一个神，那哪里来的私呢？啊，二里面才有私啊，一里面呢是公私都没有了，啊，都不存在了。所以宗门常说舍识得一万四币 我们净土宗家一心不乱了，啊，真的是一个心，一个自心，一个法身，所以是无私而照，这个才叫净光啊，净，净到极处了，在我们反复看。 大罗汉清净吧菩萨清净吧啊，佛清净在华严标准来观察呢，一定到如来果地才清净。等觉菩萨还不清净，啊，如来果地才清净，啊，因此。 我们仔细观察《华严经》上，愚会的这些大众，啊，于会的大众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个都没有漏掉，我们都在里面。经文上所说的代表，啊，这个代表呢，是一个族类一个族类的代表，还不是族群。 族类，我们想到有没有说到族群代表了？一定有说到，但是不是这个本子？一定是大文化语啊！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见到的，那个分量大了。十个大千世界为成记，一似天下为成品啊！那个大概就是族群都说到了。 我们这个本子六本呐、啊，是大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，所以里面所讲的是族类啊，大类，每一个大的族类以一个人来做代表啊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。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是一家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里头不是外人呐、啊，没有外人呐、啊！啊，就无私而照、啊。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，才知道一切众生何以能够跟。 诸佛如来感应大教这个道理才懂得了，疑惑才真正解除了啊！佛身就是自己生的。 智光就是自己自信本具般若的光明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佛身是自己的清净发生啊，自己本具的般若光明，遍照十方世界。 那么这是讲光之体，总说。下面再讲这个光之用，光之用啊，清凉给我们说了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月心，第二个是就处讲，第三个是从时间讲，第四个是从作用上讲。 我们要晓得，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真正只有一个目的啊：教导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啊，破除一切疑惑。 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说，自信本具的智慧。这是佛教学的目的啊。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带来的。啊，所以佛在出现品里面，啊，也就是本经啊。 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开示，他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”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？他说：“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” 一句话说破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老人家住世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讲经说法，还不都就是讲的这一句啊？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，就是讲这么一句。 十方三世诸佛如来，为一切众生说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还是这一句。力了这一句就不叫佛法，与这一句相应的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。 我们要深明此意、啊。我们要想恢复自信，恢复本觉，恢复自己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如来，没有别的，只要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放下，就成功了。 所以我学佛的原因，比较诸位同学呢是要舒适一点。啊，我学佛第一次就是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跟他老人家见面第一句话。 我就问他有没有方法，叫我们很快速的进如佛的境界？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老人家的答复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 这个真的叫直截了当。楞严经上的话呢，中间没有委曲相啊，直截了当啊，啊看破放下，你能够放下妄想执着，你就真的了。 佛说个妄想，说个执着，当中还有一个分别，啊，说两端当中就包括在其中，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佛经里头所说的。 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，我们是被烦恼障碍了自信啊！啊，自家的如来智慧德相不能现起啊！除掉这个障碍，自然就现起了。 从哪里出奇呢？要从最初、最严重的部分先下手啊！这是执着，就见思烦恼，这是最初的相。我们从这下手啊。 《金刚经》上教导我们，也不立这个原则啊，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先破四象。是教我们断除执着。《金刚经》后半部。 叫我们立四界，那是叫我们放下分别啊！确实，它有层次，有次第，有方法，我们要能够体悟。 要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样才能够恢复我们自信的智慧德相啊！智慧就是心呐、啊，心之其用啊。 啊，所以清凉四溢，第一个讲心。啊，下其名，故名普照。所以“普照”这两个字是从用心上来说的。啊，高，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四圣法界；下呢，六凡法界。 通通照，佛的声光、智光变照。我们要问问，我们的声光、智光照不照呢？跟诸佛如来一样普照啊！ 我们虽然在迷，有障碍；迷有障碍，不是不障，还是照样的障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真话，真话只有迷雾之别，离根世上都没有迷雾啊。 啊，理是自信，啊，性之体哪有迷雾啊？四是现的相，相上也没有迷雾啊。所以说，密迷雾了不可得。 那么迷雾到底是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现象，是个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迷是个幻象，雾还是个幻象。这个我们在华严入法界品里面。 吉祥云比丘章，就看得很清楚啊，特别是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你看看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啊，七天见不到善友。 啊，他去召集祥军，找了七天，见不到啊。清凉大师给我们做出来，这个七天见不到是表什么意思呢？表你觉悟了。 你要不觉悟，你怎么能够参访一真法界的善知识？可是到了一真法界，还见不到善知识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还有个觉，还有个悟啊！啊，七天之后，悟也放下了，啊，那就见到了，这就是。 迷雾两边都放下了，两边不再分别执着了，善知识现前了，看到了，啊，看到他不在此处，在别峰，那、啊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别峰是代表特别法门。 此处是代表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有个特别法门，它在那里。啊，那个法门是什么？那个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法门。啊、吉祥人比丘啊，修的是净土法门。啊，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，修的是波州三昧。 它有用意的呀，啊，所以那个觉悟也要放下了、啊。你有觉，觉的对面就有迷，你还是住在二法当中。你看看这个这个这个《六祖坛经》啊，印宗跟。 慧能大师见面的时候，啊，印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啊，南方第一位讲经说法的高手啊，大德啊，见到能法师，他能够啊，以极尊敬的心。 来接待，不容易做到啊！啊，卑躬折节向能大师请教啊，问他：你从黄梅来啊？你有机有机缘，清净无阻。 无足平常说法啊，对这个呃，这个禅定啊，谢脱，他老人家怎么讲的？啊，大师的回答也没有说无足怎么讲，只是说了一个原理原则：禅定、谢托是二法。 佛法是不二法，这个一说呢，印宗就开悟了。印宗讲经说法，十宗心住在二法里头。你们晓得，迷悟是二法了。二法，我们套这个六祖的话来说啊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 这是最高明的说法啊！真正高明的人呢，一听就开悟了迷雾两边放下了，他真的开悟了啊！还叫他自己悟，还在悟的那个阶段里面，那个悟是相似的悟。 不是真正的，是相似，必须把物也放下啊！所谓是两边不利了，中道不存了啊！这个时候，真心显露了。我们今天的障碍呢？ 也是住在二法里头啊，学的再高明，也不过就是印中没有遇到六祖之前那个境界，你还能向上提升吗？这是我们要深深明了的。我们住在这个科学家讲的是相对。 我们永远住在相对的世界啊，相对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见或里面的边界啊，变成两边。 大跟小是两边，长跟短是两边，啊，我跟你是两边，啊，众生跟佛是两边，这叫相对呀。我们佛法叫边界。啊，两边。那么。 六祖讲的这个两边就是二法了啊，古大德也讲啊，落在二三呢啊，二三是反复之境。啊，二三通常我们讲啊，三心二意。 三心二意是相宗里面讲的八十啊，三心是讲的心意识，二意是讲的莫那跟意识，莫那是一根，啊，第六是一世啊，落在这个里头是凡夫啊，不是圣人啊，圣人不落二三。 不乱二三是什么？一心弥陀经》上讲的“一心不乱”，一心是真心。所以，祝佛如来，生光智光普照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众生。 生光至光跟诸佛如来一样的普照啊！我们决定不可以说啊！今天阴天，太阳没有了，说这个话是愚痴的。就阴天什么事情？哎、啊，云遮住太阳，太阳还是普照。我们反复今天是就是乌云的天气。 诸佛菩萨没有云彩啊，是晴天的天气。我们是乌云遮盖的阴天。阴天不能说没有太阳，我们的太阳，阴天的太阳跟晴天的太阳是一样的，绝对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乌云去掉。 阳光普照啊，你不就见到了吗？啊，这个乌云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、要把它去掉啊！啊，佛光普照。 我们自信般若光明跟佛光一样不照，要信得过啊！我们在这要有自信心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只是一时迷惑而已，迷不是真的啊！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头讲的好啊，本觉本有。 不觉本无，不觉就,就是迷人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东西本来无啊，本无的决定可以断得了，不要以为哎呀烦恼太多我断不了啊，没有这个话。本来没有的决定可以断得了，本来有的决定可以恢复。 发生般若解脱本来有的，决定可以真得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无的，决定可以断得了。啊，那么能不能断了，就在你自己信心。啊，你自己没有信心，那怎么能断得了呢？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，你就永远做不到。 啊，所以有很多人来问我这法师啊，我念佛能不能往生啊？我给他的答复摇头，我说我很怀疑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怀疑吧，你怀疑我当然就怀疑呀。你没有信心不能往生，我就肯定告诉你，你决定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不相信你能往生吗 你要相信，具有决定信心，我一定往生。我会点头，你一定往生。不是我有神通啊！我看看你那个样子啊，是你自己决定自己，不是别人决定啊。事出事发都是这个道理。 事出世间，一切事无一不是自己决定自己，这就是佛法，这就是诸佛如来真实教诲。第二呢，就处所来讲，在穷奢方界。 都是讲的真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现在讲波，起心动念这个心波，也是立刻就变设方法去啊，光的波，电磁波。 这个现在人都很清楚，啊，都相当明了。这是无相的波，啊，事物的波，齐心动念呢是思想的波，是心波，心、啊、的波那个传播快，啊，刹那之间就变虚空法界。 这个物象是属于色法了，色法这个波速度很慢呢，啊，思想的波速度快呀、啊？为什么？物象是思想变现的，所以能变的力量啊，一定比所变的大。 啊，所变出来这些物象的力量从哪里？是从能变那个力量里分一部分过来的，啊，分得少分呐，啊，所以一切波动的根源就是思想波，就心波，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跟设方一切诸佛菩萨感应大脚 既然如是，我们有艰难困苦，求佛菩萨帮助，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？佛菩萨不是不来，如果你说佛菩萨不来，于理于事都讲不通。佛菩萨来了，啊，而且佛菩萨立刻就来了。 真来帮助你啊！我们没有感觉到，还是受苦受难，还是要受业报。佛菩萨帮助在哪里？佛菩萨帮助我们感觉不到，是因为自己有业障。 佛菩萨不能带我们消除业障啊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佛菩萨帮助人，我们在佛经上看到，通常讲这个佛的加持啊，加持有四种啊，有显加。 有敏家啊，显感显应，显感敏应，敏感显应，敏感敏应，这四大类的加持啊，决定是有啊。 我们只懂得明显的，暗中的保佑不知道啊。我们凡夫业障习气深重，佛菩萨对我们加持明家的多，显家的少啊。何以有明显呢？明显还是二法的啊？为什么有明显呢？ 明显是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里头发生的现象。佛的加持是一味的，绝对没有明显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业障轻，哎，就就就看到这个形象了；我们的业障重，这个明显像就见不到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自己。 业障、因缘里面所生的现象，佛的加持平等一味。不但我们有求他的时候，他加持；无求他的时候，还是加持。就像啊，日光遍照一个意思一样的。啊，无需要我们求与不求啊。 太阳遍照啊，普照啊，所以月处啊，从处上看穷十方界啊，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找不到的啊，这讲空间啊。第三呢，就时间上来讲。 敬于未来，啊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。无时不着，啊，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，原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在佛光之中。 佛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自信。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佛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佛。如果我们真正从这个地方体会得了。 你的慈悲心、爱心自然就生出来了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爱啊，哪里会有差别呢？如果还有差别，自己立刻就要反省，要觉悟到我还在迷，我没有悟。我要悟了的话。 对一切人、事、物就不会有差别，真的爱护他，真的帮助他。如果还有差别，还有等级，决定是迷，不是悟。啊，无了，确确实实，事出世间，决定没有二法。 米才有二法，佛菩萨教诲众生，其目的就是叫我们破迷开悟。米。感得的是苦报。 样样不称心，样样不如意，无聊之后啊，感受的是落寞、极乐世界；事事称心如意，《华严经》讲的“离世无碍，事事无碍”，无碍就是称心如意啊。 悟了啊，你生活在无障碍的法界里；迷了啊，就事事都有爱。处处成障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障从哪里来的？障从是自己迷来的，自己没有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所以什么障碍都都现前了。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立刻就得大自在啊！所以佛菩萨的生活状况，经题上“佛花眼”，形容佛菩萨的生活啊。他何以能够这么样的自在快乐呢？因为他悟得大方广。 那用张家大师教我的两句话：“大方广就是看得破，佛华也就是放得下。哎”放下就是佛华也，看破就是大方广。这是我们要明了、要体悟、要认真。 学习啊，我们学也很认真，努力在学啊，天天在读诵，天天在研究、讨论、在讲解。啊、但是入不了境界啊？为什么入不了呢？清凉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了四个字：信节、节、行、政 我们只做前两条，后两条没有，所以入不了境界呀、啊。必须知道这四个字是一个字啊，不能分呐、啊。啊，你看二就不能入门了，你搞四还能入门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必须晓得一就是四，四就是一。 一多不二了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”，啊，几时能够知道一多不二啊？你就入进去了，啊，所以这四个字，每一个字圆满含摄其他三个字，性，性里头有解，有行，有正，这叫性啊。 缺少一个字，那个信不圆满，那个信就不是真心。解里面有信、有行、有正，这叫真解。啊，解了里头啊，那三个字少一个，你的解不圆满。啊，同样，行里面有信、有解、有正。 这里面有信有解有信。这个叫大圆满啊！我们总是搞一边啊，你看有很多人幸福的人不想来听津。啊，不喜欢听津，心里头没有解，哪来的行？啊，那个幸福。 不管用啊！有很多人天天听经还不信、啊、还相信自己的意思啊，认为佛菩萨讲的虽然好啊，不适合现在啊。行与正当然更不必谈了。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，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，正果的人那么少？啊，四面呢，他总是搞在一面两面上，另外两面呢茫然无知、啊。这是学佛的人多，正如的人少，原因在此。 啊，我们今天很难得的机缘呢，总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自己要去行。啊，这个里面信解行意思都很深，但是一般人呢，哎、呃，以为这个还可以理解。 啊，正呢就很难解了、啊、到底正的是什么？啊，什么才叫正？啊，这个正是什么？你所信的，你所解的，你所行的，融合成一个了，就叫正。啊，并不是离开了信、结行，别有一个正。 那你就错了啊！证明形式，行，就是日常生活。《金刚经》上“注意吃播。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是大放光，就是佛花音，这叫正啊！ 就是你所信的、所解的，完全落实在生活上。生活就是自己所信所解的，这叫正啊！佛在哪里，菩萨在哪里啊？凡是落实的那个人，就是菩萨，就是佛。 啊，不比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！我们在这里看到日天子，日天子是仙的，这个是一个族类。我们一般讲天人，啊，他没有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 文殊菩萨，佛在经上介绍的很多。古佛再来呀，啊，在我们世间是现菩萨身。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的文殊菩萨，现在是乞丐身。啊，你们看看《脸谱》里的记记载的，啊，他的名字叫文吉。 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乞丐那是佛啊，不是凡夫啊，所以现的身相种种不同，啊，做的事业也种种不同，身相佛像、事业。 是菩萨业无论他做什么事业，都是菩萨业；无论他现什么样的身相，都是佛像。没有一定的、啊。所以，佛是在十方三世，无时无处不现身。 无时无处不说法，开口是说法，闭口还是说法。我们凡夫只能听到他开口说法，啊，闭口我们就说他不说法了。哪里晓得他的说法永远没有间断呢？ 啊，不得已说一个啊，六成说法，大家似乎呃有那么一点体会。啊，诸佛如来，动静雨默，无疑不是在说妙法。会的人懂啊。 会的人呢，他就会了；不会的人啊，跟他说也是枉然。啊，实在讲说他也听不懂。啊，真正听懂了，他就真正落实了。啊，这一个理念，是我初学佛的时候跟着张家大师。 我跟他讨论多次，不可能说真心而不做不到的，没这回事情。做不到，你的信是半疑半信。如果没有疑惑，你决定做到。 只有里头有疑，才没有办法做到啊！所以我跟张家大师讨论，最后的结果结论呢，佛法是知难行易啊！所以世尊要说法四十九年，知难啊！啊，说法目的何在呢？ 帮助大家断疑生心啊！我们如果能用这一句话，常常检点自己，我没有做到，我的心里头有问题，你就会认真努力去修学。 如果认为性戒、行是三桩事情，各手各马的，互不相干的，你永远不能去入佛法真实利益了。你决定得不到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，学佛也是造轮回业。 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第四，就功用上来说，常无间断，如是立业及大智功德啊，在作用上讲啊，佛光、智光、遍照法界，确确实实没有间断。 为什么呢？信德啊，性德怎么可能有间断修德上有间断，性德上绝对没有间断。佛与大菩萨。 我们这个地方称大菩萨，是指的发生大事。啊，分正位的国位，在这个国位上，信德没有间断，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见一分自信，信德就流露出来了。 初住菩萨信德就不间断了，啊，见行修德也不间断了。我们为什么这个修德会间断？没见心。迷失自信，所以我们的修德有间断。啊，在他那个地位，就是初住以上的果位，修德不间断。 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么我们要什么时候能够证得原初诸菩萨？我们细细从经教里面来观察《无量寿经》，大家天天念。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二十王子，这个五百张桌子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你们想想多长时间。 佛不常出现呐，啊，一印度计算方法很多，十万也叫一，百万也叫一，千万也叫一，我们就算最小的吧，算十万吧，十万是一个亿吧，四百亿，也就相当可观了。 不值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见不到十万亿诸佛如来啊！其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话，我们讲真话，无量劫。我们每一个人过去修行都是无量劫，无量劫修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情啊，这个样子也就算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能遇到《华严经》啊？那开经纪人不是说吗？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你要不是过去百千万劫的修习的善根，你这一生遇不到啊。所以你遇到也算不错了。 为什么会落到这个样子？生生世世学佛，信、结、行、正这四个字分作四样，原因就在啊，你哪一生搞清楚了，把四个合一了，你这一生就成功了，你就超越三界了。 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十方祝福，偏赞净土啊，《华严经》一展开，看到他表演给我们做示范，第一个。 吉祥云比丘叫念佛法门，头一个，这个就是代表祝福共赞了、啊。为什么呢？断烦恼习气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。 念佛求生净土，可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也要三个条件去做。信愿行啊。如果把信愿行分作三桩事情，决定不能得胜。啊。信愿行这三个字，也是深广无际呀、啊。 不能亲眼看到他，所以《欧耶达是这样的，信要拘束。六条不能再少了。信字，信他，他是阿弥陀佛。 姓四，姓李，姓殷，姓古。这六个具足才叫姓。愿亦如是啊！如果要信说。 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啊！为什么我们把四十八愿选作早课的经文？你要圆满具足四十八愿，你那个才叫愿呢。啊，如果嫌这个太麻烦了，有简单的，简单四弘誓愿。 四愿不圆满，不叫愿啊行，行一佛如是，一行具足一切行。啊，通常大乘法里面讲六度万恒，一句佛号。 圆满，还是六度万恒一行居足一切行，一切行就是一心，那叫行啊！我们平常以为啊、呃，行就是念佛，有口无心，啊，口念弥陀。 心散乱，啊，古德说的嘛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如何摄心念佛呢？这一句佛号里头有信，有愿，有行，这样念佛才能往生啊。这个法门比起其他法门。 容易太多了啊！哪一个法门都比这个法门艰难，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法门看轻啊！这是祖师告诉我们。啊，不可以看轻的，也不可以看得太难，看得太难就不敢修了。 看得太轻了，你以轻获的心修这个法门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精教不细讲，我们往往看错了，去结了，把这一生大好的机缘空过了。 很可惜啊，所以一定要细讲，要深讲，有疑一定要提出来讨论啊，断疑才能建立真正的信心。所以，深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信德、修德都永无间断就好在这个地方啊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入这个境界，恐怕我们还要无量劫啊，绝不是三大圣期劫可以能做得到的啊！这个就是。 为什么一切诸佛劝我们求生净土？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所开的法门，确确实实是,是个特别法门啊！这么样简单扼要。没有 就能够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！上至等觉菩萨、文殊普贤、观音、世智，给我们实现这四个人，都是古佛化身啊！世尊在经论里面。 为我们介绍的很多啊，九元界前呢，已经圆成佛道了在华藏世界，在极乐世界，在娑婆世界，示先菩萨身啊，帮助佛陀。 戒淫众生教化众生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他们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啊，信修都无间断，信修不二啊。 在这样的位置，为什么还要示现修功？啊，他的功德圆满了，为什么还示现？示现是教化众生的，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不是真的。他还要修，他不需要修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，还要着衣赤钵入。 社会大臣就其实都不需要了，做给我们看的，那是说法了，那是教导我们呢，教导我们不要贪着五欲六尘的享受。 用意在此地啊！无、啊、欲六尘可不可以享受？可以享受，绝不能贪着。啊！享受是四思无碍，贪着早已堕落了。诸、啊、佛菩萨境界里面都是清净平等觉。 我们看经上，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一镇庄严，我们世间哪能比啊？啊，华藏世界美不胜收啊，大梵天、摩西、首罗天都不能跟它相比啊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不读华严。” 不知道佛家的富贵，他有没有贪着呢？没有，心底永远是清净的。为什么佛教给我们要离开这些物质享受？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有贪心，啊，不接触的时候。 贪心还少一点啊！越接触，贪心越增长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救济呃灾难的那些出钱的人，没有钱的人肯出钱，有钱的人一毛不拔。哎、啊，钱越多，贪心越重啊！斤斤计较，反而没有是没有钱的人，一天这点收入很慷慨，很大方。 啊，很容易失学。娑婆世界众生有这么厚的习气、啊，佛用这个方法来教导。啊，他是王子的身份，失去王位。 邪气荣华富贵、名闻利养，通通失去了。这些东西最容易引发贪嗔痴慢，使贪嗔痴慢增上语言呐、啊。我们要断贪嗔痴慢，先要把他的语言断掉。 这个是佛教化众生的智慧啊。这是佛教学的善巧方便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。真实受用就是我们恢复生活的佛法眼。 我们误入大方广啊，落实佛化。也，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就圆满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如是。 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，亦如是啊，没有例外的啊。这、啊、个是如斯利益了真实的利益、啊、这是大致的功德。 日天子从这个地方得到下脱。我们应该怎样学习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 在我们现前的阶段，以自己的智慧也断了。时时处处、念念之中，发现供养一切众生。换一句话说。 为社会服务，为利益一切众生服务，这样才能成就自己，积德累功啊，才能把自己的修学向上提升。 只有认真依教奉行，才能得到法味。法味比侍卫浓啊！啊，这个话如果要。 听不懂，很难理解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方东美先生的话：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乏味是最高的享受啊！佛家还有一句话比较好懂一点，叫“法喜充满”。啊，你这一一一生当中。 生活在欢喜快乐之中啊！那个欢喜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啊！外面来的那些歌舞欢乐场中那种欢喜快乐，那是麻啡呀、啊，那是吸毒啊，那不正常的啊！佛法里面这个发喜快乐是从心性的。 从里面流出来的，啊，不是从外头境界来的，真落，外面来的那假落，那个落在佛法叫坏苦，啊，缘断了你就苦了，这个是真落，永远的长落。 啊，所以我们要善于学习啊！这个普照十方众生，在我们现前，就是一定要发广大心，发利益一切众生之心，要懂得学佛，佛利益一切众生。 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日常生活连穿衣吃饭都是为利益一切众生。我们想不到啊，我们自己穿衣吃饭怎么利益一切众生？自己想想。 佛穿衣吃饭，齐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都是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那就是利益众生。啊，穿衣有穿衣的样子，吃饭有吃饭的样子、啊，表演给大家看的、啊，从来没有间断过啊。睡觉有睡觉的样子。啊。 这个人称之为佛，称之为菩萨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：什么叫佛菩萨？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生活模范，生活的榜样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不能让别人学习的，我们就决定不可以做。 凡是值得让大家效法的，我们就应当要努力去做。啊，诸佛菩萨的起心动念、言行举止，都是值得一切众生效法的。我们从这里学佛，所以是圆满功德了，没有一丝毫的过失。 表现在哪里呢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一个很圆满的实现，啊，其他经论里头是局部的，这个经论是圆满的，局部跟圆满不二，啊，这个意思深啊，我们初学的人去学华也是非常非常理想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